为鼓励后生人转到家乡，求谋生业，美里县政府结合的板栗镇前山绿土地书店，开设了土烧板栗天气特别筹备创业基地。今日揭牌启用，希望打破民间贫穷的困境，来安排相关的考察。当初我也到转到家乡的后生人，有依托交流韩国上课的场所，对呀，深度创业的灵感。美丽县政府同民间通力书店合作，在万里镇开业，同时万里梯起个头一个强冲集体，同时每个因为成立个第六个强冲集体，还安排的因内底参与工作，提供专业家乡的后生人一个相互交流的素材。那除了说，可以在这边一边的阅读一边的交流以外，那也可以充实自己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实力以外，那未来也能够激荡更多的一个创业的一个灵感哦。书店附近也整整一表示，书店本身就会用植物同植业来做主题，提供民众一个不用轻松看书的空间，大家向下来享受。希望大部分强创集体提供强创相关的书同教课的场所，安内提防空的后生人就做在啲充满书香气息的环境当中，来发现巧妙事业的灵感。一样基于分享，我就想说，就跟县政府来找我，那我觉得可以开放成青创基地，让更多年轻人来这里，而不是每次都是老文青来这样。这是可以集结在地的大家回返乡啊，或者是在地的资源的连结度，然后让大家就是一起让院里更好。鼓励后生人转家乡求谋事业，美丽县政府对100市民一代成立头一个强创集体过后，陆陆续续第三日终南也着蔬菜来开，硬是万里系第六个强创集体，希望大帮斧头交流韩国实施不通，增加后生人之间相互的交流，强化潜出创业嘅知识韩国连结，来带动地方产业同观光。学生们用脑，美丽报道。